歌唱节目《我是歌手》继日前第一轮杨宗纬败退，接着齐秦突然退赛后，15日播出的第三轮赛中有两位新晋歌手加入，即林志炫和周晓鸥。第一次亮嗓的林志炫以一首《没有离开过》轻松夺冠。此外，人气高的杨宗纬更有望参加败部复活赛。林志炫节目上表现亮眼，当他诠释《没有离开过》时，唱到高八度音，眉头不但没皱一下，还以独创的鸡尾酒唱法流畅的真假音转换深获粉丝的喜爱。林志炫表示曾入围过7次金曲奖，但从来没有得过奖，并称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两件事，一个是好歌，一个是知音。参加《我是歌手》是带着好歌来求知音的。娱乐99搜集分析。